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新版本登录奖励。他送了一个 BB 的 Navy 箱子。他跟之前一样是送了两个选择型八格的券，七个神奇还原器，七个护身符，两个暴风成长密钥，两个倾向成长密钥，还有七个在一周内过期的经验值券，还有七个特殊荣誉勋章。暴风成长密钥是可以在账号内转移的。然后扩展栏依然可以选择仓库栏。